哎，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哥。那么今天呢，是我来到西雅图的第五天。对，我今天呢，打算呢，要自己一个人去挑战，我要到一个景点去，好不好？这个景点呢，我觉得非常厉害，而且也让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们前几天不是有去搭那个游轮吗？对不对？就是看附近的那个西雅图周边一整个海港那种感觉。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有看到有一个地方有很多的很美的树。对，然后我刚刚在 Google 上面大概看了一下，就是那边呢应该算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公园啊，跨龙博啊。那我今天就是要挑战自己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去那边稍微走一下，好不好？看一下我们实际到那一些树林里面会不会真的像我们远处看的这么样的美，好不好？Discovery Park， 西雅图面积最大的绿地，坐有数英里的崎岖步道和海滩，并可远眺海景景致。我已经想好英文怎么讲。我们等一下上车的时候跟他讲 Discovery Park， Discovery Park。A few moments later， yeah yeah yeah， 好，马上上车。Hello， Hi， how are you？ Hey， I want go Disney， 内斯卡，莫斯卡，操你妈！OK， 谢谢，谢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完了，完了，我怎么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啥？为什么这边还是公路？说好的游客中心之类的东西呢？赶开走了，怎么办？我为什么？我现在怎么办？我现在只能自己用走的咯。等一下，这边的讯号很差，完蛋了。我们真的有办法成功抵达吗？哥，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呢在这一个区块的正中间。我如果想要去看那个什么海景、山景，要怎么去啊？天哪，这里啥鬼都没有啊！哦，谢。前面那是有人在散步吗？这个牌子不知道什么意思，一个菱形的。前面这边是 stop 走路的，就是有人会这样子行走，是不是？那等于说我们是可以走进去里面看一下。我们现在自拍一下。这个我到底能不能进来啊？哦，这边往前走会到一个海景，是不是？走7分钟就到了。不行，我要多拍几张照片。虽然说现在正中午，有没有太阳很大，可是这完全不让你感受到热，反正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你看拍起来这种感觉，一缕阳光下，有没有超好看呢？天哪！哥，我跟你们讲，边缘人呢，到底要怎么样录影才会录得很像，很有那种艺术气息，好不好？就是我们首先呢，要先把手机这样子一直架好，然后接着就是按录影。靠背啊，人才啊！相机摆好那种，然后就很像自己在录影那种感觉。哦，我到了。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前几天去坐摩天轮啊，跟游轮的那个海港。然后我们经过的地方就是看到了这些树影，就是这里吧。哇操！怎么可以看到什么都觉得很漂亮？哎，军仔，给你看我现在在哪里。哇，那边现在几度？现在我这边哦，大概6-7度吧。我在森林里面探险。你一个人走到这边很可怕，等下一个流浪汉冲出来开砍，我跟你讲。不会，这边传闻是什么，你知道吗？大脚怪啊！真假的？不用怕啊，我这来自台湾的大脚怪啊！对，我的汉堡跟饮料，好不好？这个辣鸡堡跟这个上面加的应该是培根跟起司的薯条吧。然后我刚刚
遇到那个穿羽绒外套那个小哥，刚刚跟我聊了很多，就跟我说建议我可以去太空针塔还是什么地方走走，说真的很棒。我就跟他说哦，我今天有去，谢谢你。然后他也跟我击掌，很热情，真的很棒。那还蛮色素的吧，是不是？OK, goodbye. Yeah, 好可爱。好，来吧，我们这个薯条来淋这个酱。它是有点酸酸的味道，然后我们直接吃这个起司，而且它会辣，还有培根。为什么这薯条可以这么好吃？天啊！我以前觉得薯条就是要配番茄酱才是真理，我现在觉得薯条要配这个奶酸酱。这薯条好吃到让我忘记我的主食其实是汉堡了。すごい！我要吃汉堡了。你看它里面都很喜欢加那个酸水黄瓜啊，然后生菜沙拉那种感觉，然后配一个大炸鸡。它里面这个鸡肉跟麦当劳那种鸡肉是完全不一样的，天差地远的。它这个肉是很饱满的，你知道吗？然后加上外酥内软。这一顿在我这几天这样吃下来的饭钱里面，真的算便宜的，700多块。但是这个饮料就很美国，就是化学的味道，所以相较之下，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手摇杯真的厉害。Nice。好，各位，我已经吃饱了。今天呢，就是很多第一次啊，也尝试了很多自己搭 Uber 啊，然后完全没有来过的一个地方，就自己这样去探索，欣赏到了很漂亮的海景，然后还有树林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最后呢，我们来吃了这个 Shark 美国这边蛮有名的一个汉堡店。那今天的影片呢，也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好不好？今天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到处乱走的一个行程。下一部影片啊，谢谢各位，拜拜。Jack it up.